朴树现身北京机场，身着学生裤，造型可爱，搭配连帽卫衣、黑超眼面，自推行李箱，毫无明星架子，十分亲民。朴树作为华语乐坛中不可或缺的歌手之一，虽然没有特别高人气和热度，但是他在国内的知名度是毫不逊色的。拥有诸多经典好歌的他，也曾是一代人心中的男神。他淡泊名利，干净如树，聒噪年代里活得像个纯真少年。非凡娱乐时尚。